伸手可至，是什么人想杀你？此番出行，很不容易。如此看来，当真是薛家家传的刺客。先生，你们请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上来。那我们现在去何处？此山往西，就是大唐府，越过这片山也便可。所以故意想让你假扮太子出去，你愿不愿意啊？不要。丁妃，丁妃，请妃。丁妃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魅后香氛机，您安如梦。